哎呀，救命呀，这里有大鳄鱼。啾当，小奥特曼，你怎么这么调皮啊，跑进这里干什么，出不来了吧？哎呀，爸爸快救我呀。呀，这好像是一个迷宫，这来回滑来滑去，这我可不会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，我想出去。哎呀，小奥特曼你别着急，让我佩奇来帮助你吧。你现在在第一层，这会儿在第二层呢，所以我要给你安排一下路线，你要踩着楼梯到第二层去。我先把这一个，哎，这个楼梯给它往这挪，这个楼梯挪到这边去，然后这个挪上去，哎，这个往这楼梯往这挪，哎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楼梯下来，这样它好像也不行，也不能过去。那继续把这一个往这边挪，然后哎，这个挪到这儿，快看就可以从这里出去。那这边要放一个楼梯啊，那把这个楼梯放在这儿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好像不行。那把这个给它挪下来呢，哎。小奥特曼，我知道了，你先站在这个楼梯这里等着，别着急，我现在呀就有办法了，把这个挪上去，然后呢把这一个挪到这边来，来来来，快看呀，你现在就可以踩着这个楼梯到第二层来了，哇，就可以从这里出来喽，成功！哇，我的小奥特曼终于出来了，佩奇，谢谢你。